该就系呢度附近咯喎。啊，揾到啦，喺上面啊！终于到啦，潮流教主。啊，系边个叫我？教主，点先可以做到潮流教主啊？啊哈，等我教你啦。第一招，环境卫生，渠管破损，到处都有积水，影响环境卫生。按招啦，保持大厦清洁，咁就人见人爱啦。第二招，消防安全，防火规范常遵守，安全防火无有怕。第三招，公众安全，女枪摇摇欲坠，好危险噶。看招，大维修。第四招，结构安全，大量僭建物严重影响楼宇结构，等我清除晒佢哋啦。二除大法。而家我就是新一代的潮流教主啦！楼宇安全出奇招，安全坚固不中招。